红拳最早起源于周秦，盛行于陕西关中。红拳的招式是来于战场的厮杀，刀刀见红，刀刀见血，有很强的杀伤力，被称之为红拳。称斩为猛，称斩最早来源于战场。你比如这样称，这样斩，实际上过去是拿刀，看见没？啪，刀来了，我这一架，啪，一劈。 一捅，啪，捅了，咱们红拳的用称就对方打打摆拳，你摆拳打来，我这就称，还有一种拿盾牌，这也叫称，对方来了，我这个手拿盾牌一架，把你隔开，隔开以后啪，你比如这边来打我，我这也叫斩。第三种称就是双称，过去就双剪双鞭，你比如说对方拿枪瞄子来捅你来，我双手啪把你一架。 家里头拿这个照脖子砸一下，你直拳打过来，看这叫斩，三个斩。侠拳气势匪寻常，十字锤左右弯擦压，朝天锤肿瘤地珠，锁口碰子粘中压。 我心重，戳的猛。棍龙杖，拍死旋风，看子跨肩粉齐征。胆比贪汗反闪阴，内藏机关奥无穷。当时练武有点小私心。 我刚好才7岁，我父亲就去世，家里边呢是3个姐，就我一个男孩，小时候别人再欺负我，我这呢都没人帮忙，所以呢小时候就练拳，强壮自己，一直到现在近60年了，我都没断过，确实对我很大的帮助。我也是一个普通人，经历过下岗。 88年，我在单位下岗，哎呀，那一段时间呢，我心情特别沉重，经济收入没有了，怎么来生活？一烦恼我就去练拳，一烦恼我就去练拳。红拳里头有两个很重要的武德的一个名言，叫未曾拜师先知礼，未曾习武先明德，不能练武是为了欺负人，要正义、自强、拼搏。 生活就像羊肉泡馍，你要经历被打碎、重组、被磨练，才能变成一碗美味的羊肉泡馍。短馍，好，盘子。后来我就想，还是要拼搏，我们就开始做点小生意。只要你敢干、拼搏，总是前途是光明。 像我现在这个年龄66岁了，我们有一帮老哥们儿，都是从小练红拳，现在我们老了，老来乐嘛，我们每天都在聚到公园互相切磋，互相学习，我们觉得现在活得很快乐。我现在拿嘴都能按折点。我倒一张片，你哪你都拿着，你拿头像。我是都拿头，你爱一行，不想爱一行。 你看哥，看哥，啊！嘿，看啊！啊！你等我约的是臊子面，为啥端上来的是脚团？一抹辣子，二抹蒜，能劈柴站在北门子王里。